如果你有拿到火影矿的人啊，记得要赶快去安装。那你身上会有一条导引线，它会带着你到你必须要去放矿点的地点。现在准备跑左边的火影矿啦、啊！我们自己的赶快护送我，护送我，换我了！你护我，掩护我，我们不要待在这里，太危险了，很多敌人掩护我！快冲！趁机！跟着我！拜拜！好想搭这个矿球。这两颗，对，我们一人抱一颗，那够吗？我们这样有没有办法所有的人分配一起？我看到一堆尸体在我面前。现在这个夺宝模式都会有导引线，免得就大家迷路或怎么样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像索隆一样容易迷路，希望不要喷。哎，还没出来，再次。哎，有了，超危险的，来了，有了啊！又掉了，快点，去掉了。小编今天好忙哦，还蛮厉害的一把，就是这种枪，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厉害，但其实我觉得他有附那个，等一下，就是你要放好，然后好了，我现在这样，只要射镜头好了，我不知道射不射得到哎、欸，好，这样那么近应该射得到，然后你就对准，然后就射，你可以射到。